白沙洲露营两天一夜游。他出发了，这个是马达。我们今天要出发，就去维门岛。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内地的露营，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露营。我们去的这个位置白沙洲是位于深圳和惠州的交界处，从深圳开车不到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小桂星码头。位于惠州的白沙洲岛水深在5米到10米左右，刚好我们出发时是春季接近末端的时候，所以海水清澈透明，水底遍布了珊瑚礁以及鹅卵石，水质绝佳。根据网上的说法呢，这个白沙洲上有很多的贝类哦，比如说像小海螺、扇贝、珍珠贝、海胆。那么如果你会浮潜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收获肯定比别人多很多。好，现在我们已经慢慢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在我身后的引擎已经停了，在前面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的露营的海滩就是这里。怎么办？这是无人岛。我现在就要起身下去了。拜拜，再见了啊。他没有理我吗？我的天哪，我已经这么用力了。好，那马上到了我们的今天露营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物资。好，然后我现在要马上帮大家找一个地方安顿一下。首先呢要确保这个位置地上不要有石头坑坑洼洼，因为你睡觉翻来覆去可能会重，对。那么接下来呢 Later先把那个反了吗？反过来。那你是不是可以像你在那给？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拉高就像，它就自己打开。拉高上去吗？这么简单。像伞那样。就像伞一样哈。这样就搞定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的正门，有一个拉链。接下来呢，就要把那个帐篷的木帘打开一下，就说呢。我后面听到，我后面听到点声音但是我假装没有听到先把这个木帘打开。没了。哎呀，就是这个木帘。哎，就是我今天晚上睡觉的地方啦。就是很大了，但是这个睡应该挺 OK 的。好硬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开完我的这个。帐篷之后呢，接下来就要看峰哥的什么了。峰哥，吊床。对了，空中的吊床，空中美人。那空中美人要架在哪里呢？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个好的位置。那里。总之呢，你出来跟峰哥出来就对了。来，我们去找一下。Let's go。那吊床呢？顾名思义，就一定要找一棵树了。根据他多次的经验呢，这个吊床的睡眠体验和性价比，绝对是比我们的这个帐篷来得好。因为帐篷本身受于这个地形影响，但是这个吊床呢，基本上你有重力的地方就跟那个吊床的质量很有关系了。买个吊床价钱也不贵，如果你是熟手的话，建议买一个来试一试哦。马上就是阿峰哥要在吊床上试一下，这个感受如何？可以，行。行啊，只有这么一个字吗？行。行就代表一切了。而且不说你不知啦，吊床的风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吹吹海风，看看日落，是不是特别的诗情画意呢？那么在大伙搞定了自己的帐篷之后，马上我们就要设立我们今天的活动区。野外求生原则第一条，越简单越好。找一块帆布，找一根大柱子，就把我们今天的小厨房撑起来了。当然为了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还要装一点灯饰才有气氛呢。那么今天的第一项活动呢，在天还没有黑之前呢，我就要跟峰哥一起，还有默默一起下海为大家补一点食材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4点钟，所以太阳还没有西下的时候光线特别好我就穿了这样子半身，阿峰哥就穿了一个蛙鞋我就穿一个拖鞋就下了祝我们今天收获六六大顺。只不过好景不长，当天的海水比较浑浊，没有捕获什么贝类和海鲜。好在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些食材蔬菜，就算是没有海鲜我们也可以吃得很丰盛哦。所以呢，特别推荐来露营的你要做好准备哦。户外法则第二条，一定要吃熟的东西，不要乱吃生的东西哦。像这种一窝熟的方式呢，肯定是最方便不过的啦。随着夜幕的降临，夜间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除了外面玩户外，怎么能少得了烧烤呢？你说对不对？当然，烧烤的火炭我们是自己带，但是木材呢，就就地取材哦。今天的重头戏烤全鸡终于登场了。这一块的话，你可以。味道是还可以啦，只不过因为火候不太大，烤全鸡最后变成了卤全鸡。好，最后的过河晚会当然是要玩点游戏啦，像他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我是不太会的啦。配合领队唱一下他的团歌，拍个小视频，做后面的宣传用途。最后我们的领队把看家本领拿出来，要我们帮他拍个光影了。怎么样，效果还不错吧？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的人擦肩而过，而你或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总会有那么一首歌，那么一刻会触动人的内心以及脆弱。此次的旅程让我发现了很有才华的闽南语歌王与歌后。哇，歌王评价一下怎么样？歌王，歌王评价一下，咬音这一部分呢需要加强，还要加强哦。在感性这一块呢，确实表现得挺好的，到位，对。所以我给98分，九十八分。好，哎，没有，你只能给98分。好，现在要回到我的帐篷了。我的帐篷非常的简单，这边分享一些贴士啊。首先呢，把你自己的私人贵重物品就放在你的床头哦，因为不管是在无人岛还是有人岛，你都要特别照顾一下。好啦，那随着夜幕的降临，今天也玩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背了四升的热水，他原来的位置呢，应该是在这里。昨天是冒泡水，你说哪一块？是啊。